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巫妖王集团的多人生活大冒险第二集。我是沐月。我是小石头。不是，你几个意思啊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坐还要离我一个？不想天也太近。虽然我是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，你也不要这么嫌弃我吧。好像，你这是不知道生了多少个崽，我人傻了。虽然说我这些孩子出生之后会叫你叔叔吧，但是见面就要给红包啊，快，这里有三个。我有这么多孩子，我要给多少呀？我这回来这孩子也太多了。快点，我跟你讲，每年压岁钱我都要破产的啊。那给可以，我按照广东那边的给可以吧？不行，一个那不不行，一个只是啊，我要求不高，每个人一个钻石，一个多少吧？每个人一个钻石，我跟你讲，就顶多每个人一个铁算了，一个金店啊，按照广州的，我们两个各退一步，一个金店，各退一个金店啊，我一个金店，哎，一个金店，你把你孩子有多少呀？你就三呀，三可以哈，不多，就也就那个，你没说不算，你这还没好好出来，说等，这不出来了吗？好，你都看到了啊，都看到了啊，你都看到了啊，这不出来了吗？干什么？你不要不说话，你给我过来，快点！给不起呀、啊！你等会儿呢，我去银行取个钱，好吧？我去银行取钱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哇！他们的眼睛好像跟我长得都很像，哎，男孩子的女孩子，我的天，好漂亮，都长得好漂亮。一个跟一个金锭啊，不能多了啊。不是，多了鱼十四跟鱼十五为什么还长了胡子啊？胡子还是跟头发一样的颜色啊？神经病啊，这个啊，确实你不对劲啊啊啊，你不对劲，这个不对劲啊啊。这个鱼十五跟鱼十四长得一模一样，看看啊，就他俩，好多都是女孩啊，就他俩怪，其他的都很正常。还有没有吧？你看都没几个跟你长得像，哎，这有一个跟你长得像的，四号啊，这个四号头发一模一样。小木鱼四号，眼睛、头发，头发一模一样，眼睛不一样啊。先看一下，还有吗？我靠！色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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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瞎子，色盲，瞎子，色盲，我干，全是色盲，好家伙，barbecue 了，来，发压岁钱了啊！看叔叔有多少孩子，来，孩子一个一个的过来，好，我早起，来找我吃饭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拿好，哎，这是你的。是你的，哎，你直接给我就行了。一整个背包有多少？一整个背包有多少？你数数。那不行，那不能，不能，那不能给你，那不能给你。七八九，一二三四，四九三十六，三十六个金锭。不是，这你还能替孩子收压岁钱呢？你干嘛？肯定啊。这得给孩子，这是我给孩子的压岁钱，不能给你。你给了吗？哎，你的。给了，为什么我这只捡到五个？他们你孩子自己手里拿的呀，真的是没拿呀。你的他哪里手里拿了？你的，他们都在背包里，好吧？不能浑水摸鱼啊！小孩子这么天真可爱，你想想看，奶声奶气的叫你一声叔叔。来，多给你一点。早知道要尽快就好了，早知道要尽快就好了，还差两个。五十块，你之前我破产吗？来，哎，这给多了，哎，不能给他多了，你这孩子要人人平等啊。还少一个，还少一个，怎么还少一个？嗯，还少谁啊？三十五个呀，我姐呢？哎，都给你算了呗。
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有个哨子，你说我吹哨子他们会跟着我吗？我的哨子给我。那真的是，我让孩子都起立，看看跟着你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了，37个，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开个学校，让你们这些孩子都去我学校上学？哈，一个学生也不贵啊，一个学生交1500学费就够了啊。他们不用上学的，不用上学的。怎么不用上学啊？九年义务教育还是得有的。漏网之鱼啊！我是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，他们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啊，没毛病啊。那你要给啊，你起码让孩子上个幼儿园吧，不上幼儿园也不贵。就看见有人了，就他芭蕉。整个容，头发换一换，不就两个孩子吗？头发拿去压岁钱，一男一女。哎，反正羊毛这么多，你起码一人一个赚10块吧。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哎，我真服了。哎，好，哎，这个有个跟木鱼长得很像的，哎，这个咋，简直一模一样，完了。来，孩子起来。孩子们，叔叔发给你们的压岁钱。你们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伯伯跟叔叔啊，要找他们要那个压岁钱呢。他们俩估计掏不起啊，他们俩估计掏不起。我感觉只有我掏得起了，他们俩真的掏不起。那就你替他们给了呗。哎，那算了，让他们自己掏吧。哎，孩子是不是现在不会走路啊？我让他们跟随我，他们好像不会动啊。肯定啊。你跟他跟他聊天，他也只会啪啪呀呀啦啦。话都不会说呢，假的。我试一下互动。在我银行卡呢，我在这。看多少钱了？交谈讲故事，哇，哎 ，nice。然后真不会说话。哎，我找个桶把孩子装起来。别管我孩子啊！哎，不行，我留孩子今年，我感觉你要管我孩子。嘿嘿嘿嘿嘿嘿！你怎么举起来的呀？我告诉你。举起哦，我找到了，哎呦，我把孩子举起来了。哎，看那小木鱼，跟你长多像。也不对，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啊？不是，啊，我那是跟你长得好像啊。不是，我愣了一秒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想，为什么跟我有关系啊？然后下一秒我就明白了。你看你能不能举两个？我试一下。哎，好像不行哎，我互动这个那个就掉下来了。举起，你看 shift 右键就会掉下来。
对，按切不得右键，它就会掉下来。好像不能去两个，我能把它放头上吗？哎，我回家去，我把箱子里面东西拿着。哎，这么多个孩子，总共加起来40个孩子。嗯，他卡伯伯跟嘴叔叔。购买10个哇！买什么东西啊？你买什么？买10个？我还剩8万。我的天，你有8万块钱？还是你那句话，哎，羊毛都是在羊，呸，那怎么说来着？啊，薅羊毛嘛，那肯定薅的都是你的啦。哎，装起来。哎，我结婚的份子钱你随了吗？没有吧？我随了，好吧，我随了。你没随？他们俩没随，随了。哦，你随了？没随吗？你随了。我随了的。七个绿宝石有点少吧？现在你可是咱们巫妖王小镇的那个首富哎，要彰显你的身份地位啊。算了，我怎么也得再来个8000块，怎么也得再来个那个绿宝石块嘛。绿宝石块900块嘞。啊。哼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哎，那我结婚份子钱你也没随呢，快点随随份子钱。你先给我，我再给你。你怎么先给我？那你先给我，我再给你。我先说的好吗？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啊，前后顺序啊。我的妈呀，这孩子一个还老多。快点，份子钱，一个绿宝石块。份子钱。哎，八个金锭好吗？不要，不够。8个金锭加2个钻石可以吧？不行，加4个钻石。4个钻石，我没有4个钻石呀，我只有2个钻石。身上还有什么？值钱的都身上还有6个，丢出来，我都给你算了，拿着拿着。还有一个不死图腾，没的。不死图腾你是偷我的吧？啊，什么东西？不死图腾是我自己打的呀，我没偷你的。哎，孩子要多大才能自己走路了？惯了。呵呵呵，哦对哦，我可以给猴子，哎，给蛤蟆起个名字叫 P1P1。然后他就穿西装了。铁针，哪里有铁针？你没有铁针吗？你家不是拐了我一个铁针吗？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不知道哪个墙的拐子拐走了。来，这是你的份子钱。我的份子钱呢？给我。嗯。你怎么知道我缺碳水化合物？对吧？很贴心吧？嗯，确实挺贴心的。哎，多吃点。哎，我船呢？哎，搞铁针去。铁针那边有，教堂上面，大把的。嚯，确实大把的。快上去，带我上去。好，起飞！哎，你儿呢？飞哪去了？飞上面来了。挖呀！好像是挖多了啊。P1P1吧，我记得好像是 P1P1。我查一下啊、哦。应该是，我没记错。你别挤错了，你挤错了你就一张，你就一个命名牌的，对吧？是 PPPP 吧？咦，我还在找，哎，找到了，好像是 PP。好，走了。哎，给我穿西装的蛤蟆、哎。对，穿西装的蛤蟆，它不变的。你给他改名之后，他就变成青蛙了，长得就没有后面那个脓包了，变好看多了。身上的脓包又不多，要是多的话，我可以那个照顾一下有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。恐惧症，给他打个码。打什么码？直接放大凑近。喂，给他来个运镜锁镜头。
你确实挺照顾小伙伴们的。你懂什么？这是我跟……哎，走错路了。哎，你青蛙在二楼吗？你青蛙不在一楼吗？这是我对他们独特的爱。来，哎，变，哟，哦呦，看，好看多了，没这么恶哎心。呀，好看多了。我取耳机，往外面看，往外面看。他打我，干什么？他打我，完了，死了，哥收回去了啊！怪兽不要打我了，这狗熊怎么回事？你这狗熊为什么打人呢？你怎么调教的？快把它放进去，把青蛙。不是，它怎么会打你啊？不知道。你要是不打我，不打你，你过来看看它。哎，哎呦哎呦，它舔我，它舔我，舔它舔住舔住我了，我动不了。我的天！救命！哎，我给它收起来，我给它收起来。它不听你话，它不咬，它不舔我，它舔你。把桶还给我。什么情况？快点还给你，你就没有用啊！哎呀，快点！你这狗熊，哎，我不能放出来呀、啊。那你装错了，可能出 bug 了。我没装错，你还你还我钱？你看没？我一放这，它就舔你，它舔你，它不听你话，它听我话。还给我！你是不是要重新？是不是要重新驯服一下呀？没那个东西了，管他去。我感觉，哎，别放，他会打的，他们会打他的，霸凌，懂不懂什么是霸凌？你们这些蛤蟆霸凌他，另类，算了，送给你吧，我不要了。好，另类，他会打他。好，这几个孩子都还不能出声，嗯，等下一期。对，就跟那个卡格来去找他们要那个压岁钱。分子钱，我把蛤蟆单独放这里面吧。不淹死吧？你看他游泳，我的天，可以找他学蛙泳哎！在水里面他好像不打我了。哎呀呀呀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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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舔我，我的天！还是五滴血！啊！让我出去！哎，完了，水桶没有用。可恶！嘿嘿嘿嘿嘿嘿嘿！哎呀，他游泳游的好，好好好欢啊！来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 ？OK，OK， 哎，有行！哎，这打僵尸就打僵尸，又打我一下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